年轻人说的特别脑洞的一些词汇啊，嗯，叫什么？朋克养生。什么叫朋克养生啊？朋克养生就是你一边熬夜一边敷最贵的面膜，想喝可乐又怕它不健康，里面放点枸杞。你现在很多人去蹦迪，以前呢你闻到都是各种香水味，然后现在闻到就是什么风湿膏啊，然后风油精的味道，就是一边作自己又一边做自己。可乐泡枸杞，没事，他能喝下去是他的事儿。对，您又没喝，涂着风油精，然后去蹦迪，蹦迪，背上8个火罐的印子啊，还穿个大露背。为什么90后要开始养生呢？他们觉得累了是吗？身体不行啊？其实是为了以后做打算，反正要造那么多年，为什么不提前开始先养着？怕撑不住啊。啊，对。平时会多吃一些，就是阿胶或者是你吃阿胶？对，我吃阿胶。你吃阿胶？就是拍戏很辛苦，天天熬大夜，就是希望自己可以保持这个阶段，再去造。90后他只是表面养生，口头养生，其实他还是熬夜熬到3-4点钟才睡觉。在剧组的时候，晚上饿得不行，边吃烧烤边吃祛痘的药。你把那祛痘药烤着吃呗，隔着穿，隔着穿，哎，把那个祛痘药当脆骨，对，嘎嘣脆，相连，是吧？练练练练，对。